弘扬家己画图的精神，落实到市民美学。家己市九华山地中爱是特别邀请到家己地区老中青无共世代，总共33位当代美术名家，伫咧菩提楼内展出到艺术展览，创作风格多元丰富。伫咧16号举办开幕典礼，是吸引济济家己艺术民众前往参观。九华山地藏庵在最近这几年来行政不遗余力，对毫无利他教推动艺文慈善，真的是真的地藏王菩萨慈悲为怀关怀最善的精神。今年都特别在菩提楼规划推出家己当代美术名家邀请展，展出包括赵景、张瑞芳、林国迪、侯英团等等的前辈艺术家，阁有老中青无共世代艺术家的创作，伫咧16号举办盛大的开幕仪式。艺文界的老师前辈们，他们的作品有一些展览，让所有来地藏庵的信徒大众能够有机会来看一看这些这么好的艺术作品，然后身心灵的洗涤，让他们清新，让他们觉得更沉淀更安定，那么这个是地藏庵所有董监事会愿意为来努力的付出，让社会各界能够更祥和。那感谢大家，谢谢。内容包括油画、水墨以及亚克力，甚至马赛克的拼贴以及烙画都是在里面。我们觉得非常感谢这个地藏庵能够推动艺文，那身为嘉义市美术协会的理事长，这边要代表艺术家来跟地藏庵说声感谢的意思，也欢迎我们的社会大众踊跃来参观这次的画展，谢谢。对这入去在九华山地藏庵菩提楼登场的家己当代美术名家邀请展，33位参展艺术家作品风格多元丰富，值得欣赏。九华山地藏庵强调，未来嘛将会陆续来规划更加侪的艺术家展出，希望持续为到家己上好美丽的气象，嘛借此来落实到市民美学美化心灵。最新新闻就丁松王小山家己七彩红报道。